千里路，吃过万般苦，才来成就感情的葫芦。雨过看日头上世情，才有手中平凡的幸福。心糟糟，月娘照路伴天星照顾，雨夜山车永远袂变心，因咱来找着光明前途。我跟您师伯是一见钟情的。师姑，你很怕的呢，你的时阵就自由恋爱了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时阵啊，我卡上跟道上，他都没同意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就是硬要嫁给他啊。想不到吼，结婚这么多年，还会走到吼想要离婚的一步，我嘛感觉我自己很好笑。哎，师伯嘞，伊敢愿意离婚？伊迄个时阵就生气，嘛同意啊。啊，不过我的想法是讲哦，迄个时阵伊若是同意要离婚，我就什么拢无爱啊，我就放弃，我无紧。什么拢放弃？师伯，啊，你这阿三弟，你唔惊一无所有啊？无啦，我咪惊呢。啊，不过若是走到迄步，是家己选择的，我就要坚持到底啊！讲实在的啦，要放还是唔放，迄拢嘛是家己选择，嘛是看家己啦。世界上哦，上简单的代志就是放弃一桩代志，啊，不过上困难的就是承担。讲毛影啦！起码讲哦，唔惊你笑啦。后来上林哦，知影我甲师伯的代志，佫特别叫我去问讲，哎呦，啊恁阿妈某到底是有啥物冤仇，敢一定爱离婚？啊，我煞应袂出来，我就答应讲无爱离婚啊啦。啊，不过从迄个时阵开始，我就家己开始想办法去承担后面的代志。是讲，天吉师伯到底是做甚物，让你伤心的代志，让你气到一定要离婚啊？其实我详细的想想的哦，啊，恁师伯嘛毋是去外口找查某，啊嘛是这世人哦，拢老老实实咧做工课。阮两个人哦，拢是伫个用钱的态度无同款，啊，搁有生活上一寡小事安尼冤家啦。啊，不过玩到尾哦，两个人的感情也愈来愈薄啊。人讲哦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。啊，阮两个哦，就是为着只下一挂小小的代志，安尼就烧了啊啦。师父，你敢那咧讲人的故事？我甲你讲，是因为讲哦，我今仔日的心情好，才有法度安尼轻松讲着伊的代志。坦白讲啊，我家己嘛已经看较真清楚啊。既然伊的心无伫我的身躯顶，不如就放伊，嘛放我家己自由。
让伊去组一新的家庭。对啊，啊，不过话讲到底吼，不管是生气还是无生气，你拢有咧替伊想啦。我无愿意甲家己唔甘愿这个情绪牵连落去，上好的方法，就是参像阿月师傅你讲的，放下。就海阔天空啊！紧食咧，母亲就爱紧食咧。好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请。麦搞我对不起啦，阿卡卡未通呢，真好笑诶。好，总是弄堂来。嘿，拜托，你规工无伫咧厝，你操一堆啦。我有代志去办，当然无伫咧厝啊。我也无做啦，下晡用完哦，去阿养院把我的行李拢甲我载倒转来啦。阿姨人呢？临时临了有代志，转去台中。哎，我甲你拜托，你手机啊当时照好过来哦。阿拉卡卡袂通。无电当然是卡袂通啊。你嘛较拜托诶，你咪答应永明对无？讲要好家己照顾你家己身体，结果咧，你同款遮尔啊无闲哈？你啊身体敢袂卡咩啊？厝内底多侪人无甲你关心啦，你家己想看卖。伊遮尔杂念嘛是关心我，哎，算算去，较忍诶啦。无咧，家己有人载我去，我无骑车，我袂忝啦。啊，不过我人拢已经回来，你去细细念，要念到什么时阵，我才会当休困。好啦，我莫讲话。安尼就好，我先来休困啦吼，晚安。我是倒位讲唔对嘛？你拢唔知哦、喔？即、几天阿婆无看到你，我生气耶！我安怎该按到，拢无路用啦！你阿婆骂人，应该是中气十足吼、喔。是啊，讲话比我讲较大声咧，安尼就表示阿婆真健康。是啊，你牙有撇步？我哪有啦？和阿婆遐尔依赖你，一天无看到你哦，都袂用你哦。迄是因为吼，阿婆甲我当作是家己查囝，毋知安尼。嗯，我想嘛是安尼啦。哎、欸，对啦，天齐师兄回来做营，有拍算讲要做啥无？无呢，安怎？安尼拄啊好。咱环保站吼欠一个会当逐天去管理的人，我想哦，天齐师兄若是有用，这件代志。拜托伊，安尼好呢，叫伊去管理环保站，伊就袂逐天踮伫个厝，甲我大眼瞪小眼，我要管我去倒，实在有够烦的呢。哎呦，你着家想讲吼，伊嘛是关心你，安尼就袂烦啊啦。我尽量啦。哎、欸、对啦，最近你敢有甲玉莲联络？有啊，我有甲伊讲电话啊，伊讲吼，即阵啊较平静啊啦。好啦，伊若是用这种平静的心情哦，去解决伊的婚姻的问题，安尼咱就免烦恼啊。因拢唔知哦，迄两个人要斗阵做翁仔无？迄缘分爱偌深嘞，我真正替因可惜。啊，不过我是感觉讲吼，若是两个人的缘分已经行到尾啊，啊互相无啥物牵挂，哎，无得卡是一种好缘分的开始呢。嗯，啊，非常感恩哦，咱的千金之师姐哈，啊，叫我来甲大家斗三工啦。我伫咧想讲，咱这环保回收哦，就应该变作该发扬光大安尼啦。我咧有想咧讲哦，咱做一个头前吼，
咱两个镜头啊，咱来做分类，照这咱去分类，安尼必要必要搞做，阿嘛搞。你卡手这么紧，离婚办好啊？我答应要甲店何文雄，伊马上就同意签字啊。啊，那安尼，你以后生活是要安怎？啊，唔着什么拢无啊？师姑，你毋是捌讲过？啊，我吼有这么好的手艺，去到倒开店拢嘛无问题。就算讲哦，即马无钱通好开店，我嘛会当。去别人的餐厅做中破塞啊！来，你把这钱收起来。师姑啊，这虽然你安尼讲，啊，不过恁什么拢好运用啊，家己拢无留。你若是工课找到，再搁讲；若无够，再来找我提。哦，唔免啦，师姑，我家己搁有欠淡薄仔钱啦。你听话，把钱收起来。你万不离要用的时阵，搁会当用。谈个计较，哈！师姑，你敢那我的阿母嘞？我阿母已经过往真久啊，你好足受伊的。你若真正甲我当作阿母同款，就家己收起来，好。好。阿母，嗯，阿母，以后我都要叫你阿母，拢要甲你低调调。好，乖查囡。哎呀，曾师兄，哎。啊，这台电脑哦，我修理好啊啦。哦，修理好啊，有影哦。吼，够会胖呢，啊，这真凉咯。啊，是啊。真好用。本来哦，电脑洗的时阵哦，够磕磕啦，啊，够杂音啦，啊，我都甲恁囝哦，上一下油嘞哦，啊，重新整理哩，哎，起码够真好用嘞。哎，陈师兄，你的技术赞，哎，你搞啦。无啦。啊，这吼拢是甲师伯学的呢。嗯，讲安尼有影无？你看，啊，你拢会贵不利用啊，这脚踏板吼，哎，敢毋是前两天迄无下脚踏车顶悬的？哦，喂，你目神真好咧，哎，一下来叫你看出来啊。进这台 T 板吼，啊，头前车拢新鲜啊啦，啊，别人拢甲当作这台车无，就要甲弹掉啊，对不？啊，其实了，顶个台车脚踏板还阁新新好好嘞啦，所以我把这脚踏板先换一下，啊，规台车哦，甲切到整齐，啊，阁抹一下油，吼、哦，我来讲，这台车尾哦，吼、哦，还阁真好骑嘞。这脚踏车吼、哦，经过你的手整理哦，哇，用得用足久的啦。所以哦，咱人都爱惜物啦。啊。迄物件愈用吼、哦，才有伊的价值，你知哦。哎。啊，所以这个物件吼，都要等有缘人啊，该请回去啊。哎，那个陈师兄啊，我想咧想啦，嗯，因为咱这老菩萨真济啦，哦，我先想讲哦，是不是变那个带动一下吼，啊，让大家安尼靠这个气力一下。哦，啊变哪带动？咱起码在下来的时阵啊，啊大家吼拢安尼是一碗来。哦，啊，大家诶，动作是安尼健身嘛，哦，运动啊，啊，顺便锻炼落感情，你感觉安怎？你这个主意袂歹哦。啊，一件代志哦，你告陈师兄哦，吼，你较少年，吼，你若找一寡较少年的师兄师姐哦，来甲你斗相共，教咱一寡咧健身操。会用诶，会用诶，我来问看卖咧。感恩。
敢有介意的物件，喜欢的东西都可以带回去，没关系。谢谢谢谢。好言结合亲亲亲，看到你起欢喜心。做环保的功夫深，废物嘛会变黄金。只要你我肯用心，世界拢会清清清。哦，啊！你当时回来，我哪拢唔知影，还无甲我讲一声啊？爸，你念四句连遐尼认真，我唔敢吵你啦。哦，对啦，啊，有人要来环保站参观哦，我着爱得带动一下，所以我着爱较盯紧咧。放心啦，你的四句连哦，连甲清楚，迄连珠炮安尼咻咻咻，遐人听了一定会感觉足震撼的。震撼哦，无啥路用，上重要是爱听入心，听入心较重要。阿妈咧，妈妈去华联啊，搁无伫个哦。我想讲，转来南部辅导经销商，顺便我转来甲看讲，伊去吼做身体检查啦，哎，健康检查。嗯。是哦，安尼我打电话给伊。好啊。离我小少。您所拨的电话无法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啊。咱这个天才老妈是不是搁无揸手机啊？我嘛唔知影。哎呀，你免紧张啦，规日哦，伊只要唔是伫咧病，伊就伫咧静下啦。都是讲电话有诈，嘛不一定卡会通。啊，哎，总算检查好啊。嘿啊，啊，不过搁要等去等报告才知影结果嘞。这囡仔吼，伫等迄成绩单呢。起码吼，转来做体检的委员愈来愈侪呢。嗯，这是师傅对咱大家健康的关心。啊，若是无去吼，就辜负师傅的好意啊。我知啦，啊，不过吼，我甲你说一声，若毋是你定来甲我提醒讲吼体检的日子，无我一定会袂记。我是希望讲吼，你会当做一个彻底的检查，看你肝功能指数有较降低无啦。唉，阮家迄哦，若无定来找我冤家，我无生气，我肝指数就袂较悬啊啦。生气甲迄肝指数有啥物关系啦？血大哪会无关系？哎呀，欣赏别人吼，就是尊严家己啦。嗯。好，我看迄天齐师兄在环保站安尼，带大家师兄师姐，安尼足用心的呢。啊，搁足用心吼，来联络大家的感情。你着看伊即挂优点，啊，迄不要紧的代志吼，莫甲伊计较啊啦。唉，我尽量啊。哎呦。对你好，用心听好。哎，啊，这四句连吼，逐句拢好话啦。哦，人一定听了足欢喜的。哎，这是一定爱啊，所以不管啥物人哦。来咱个环保站参观，咱着爱欢欢喜喜，啊，真心安尼甲因接待啦。啊，叫我着接一面搁较济人来咱环保站嘛，咱个环保站嘛，嘛愈来愈闹热啦。哎，对了，郑师兄，我看你用这四句连吼，宣传咱环保个理念，哇，讲了足好个呢。啊，我听伊讲吼，最近静思堂启用了吼，有需要导览个志工啦，啊，你有兴趣去？导览哦，嗯，我少年时的时阵哦，开客轮车啦，我冇甲迄个人客做过导览啦，我嘛唔知啊，应该会用。安尼拄好啊，啊，就来静思堂哦，做导览志工的生力军啊。无紧啊，咱只先不用耍，等下我只静思堂哦，了解一下。好啊好啊好啊。好啊应该是健检报告啊。
喂，你好，我叫薛月啦，我有收到你一个进展报告，啊，顶官写讲叫我爱搁转去病院一转，啊，唔知影是安那哈，好好好。嘿嘿嘿。啊，好好好，多谢多谢。你想讲哪款？人无爽快啊！啊，你即马不顾忠，啊嘛破病，啊是，哎呀！我迄只耳朵歹要歹去啊，摕去修理啊！我着想讲，无我着收工那款，归去来找你啦。哦，坐啦坐啦。哎、欸，你会吹打无？我清茶互你啉吼。啊，好啊好啊。哎、欸，对啦。嗯。今仔日吼，我有收到我迄体检的报告。哦，啊，结果安那？无啥物大问题，只是迄血啊无，较悬一丝丝啊啦。哎、嗯。啊，你的报告咧？我的哦。啊，对，哎、欸，是毋是啥物问题哈、啊？无啦，哪有啦？看你的表情就知影讲怪怪，到底有啥物问题？紧讲啦！嘿、啊，啊，就是搁要转去慈院一转啦。医生讲，迄肝的问题吼。可能有小可的异常，搁要检查一遍，应该是无啥啦。阿君啊，这毋是小可代志呢，你毋通哦，安尼无影无紧呢。哎呦，我甲我的肝哦，已经和平相处十几年啊，啊，毋是安尼过啊，免烦恼啦。天池师兄敢知影？应该叫伊吼陪你去。毋免啦。我甲生活的代志先处理一下，办办的，搁要收工底款的。你全部拢动的啦？什么动的？等你迄挂代志拢办好，一个月又搁过去啊啦。我感觉吼，你的机车在这个时阵歹去哦，一定是菩萨，啊！你将迄代志代先放的，好好照顾你家己的身体。哼、嗯，无你即摆在讲啥？若无，若会安尼拄拄啊好？在这个时阵，你的机车歹去，对不？啊，这件代志就是拄啊好尔啊。嘿啊，安尼就拄啊好哦，互你去做一解搁较详细的检查。我甲你讲啊，人哦无健康的身体哦，啥物代志拢毋免做啊，知无？看你讲到安尼，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你。我尽量紧去做，好无？准备。安尼乖啦。
啊，你毋是喙焦，恁爸啦，煞袂去。敢是坐伫关顶关的歹物啊！师姐，经过阮的检查，你的肝硬化已经变成肝癌了。我看啊，你还是尽早来治疗才好。这门哪歹啦！哎，开开啊！阿华啦！阿华啦！还有搁无伫咧厝诶？死后到后走呢，大家拢无伫咧厝，是走去倒啦？喂，千机啊，歹势，我甲你问一下，阿华拉敢有伫你遐？无哟。喂，子路，我姊夫啦，嘿，啊恁阿姊咧，敢有伫你遐？云灿，你妈妈敢有过你遐？过因啊？嘿，啊恁妈妈敢有伫遐？好啦，无紧啦，我再找看下啦。找一个人，害我门拢硬用歹。阿罗来吧。这门哪安尼啊？我拄车转来时，这门就歹去啊啦，安尼磕磕啦，你看。哦。这两天你走去倒，哪无看人啊？我有代志去办啦。啊是啥物代志啦？拢要交代一下，讲一声哦。啊，你许样讲遐大声是要创啥啦？无啦，你出门你嘛交代一下，写一下字纸，安尼你会减一块肉哦。大人拢在找你，啥浪费时间在找你呢？我也袂泡无去啦。啊，啥个你要找我，搁讲我浪费时间？你着安心无用你的，我无用我的，两个相安无事，安尼就好啊。好啦好啦，无要紧啦。你落来吧，摕来我啦，我要收你门啦。拢几点？伫咧遮。拢是落来啦，你着找有着看有，我若找无我着看无。你我开钱买的呢，啊，你靠赚赚的好无？找袂着我着这么生气，啊，若是知影我着肝癌，还是先莫讲我。我唔惊死，只是看咧心头的代志伤多啊，惊无时间去完成。我想，我即卖会当做的，就是袂记咧家己是真个病人，把握时间，赶
紧去做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要放弃治疗哈？不是啦。不是？啊，你到底打算要安怎啦？我是无想要让厝内底的人知影啦，我惊天气吼会加操烦，到时阵哦，逐工拢定条条，三个囡仔嘛是同款，伊一定会把工课放下，我无想要安尼，我会家己去治疗。你是一个病人，啊，当然嘛需要人照顾啊。囡仔拢伫咧外口做工课，我这个老的哦，把家己照顾好就好啊，我无想要让伊麻烦。你若是安尼拖落去哦，若是愈来愈严重，到时阵哦，真正连累着囡仔啦。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桂英自从伊生了小队长了后，伊就足无闲的，嘛罕咧转来。阿元灿嘛是啊，伊除了做警察，阁爱照顾伊个家庭。阿永明安尼，逐天走来走去，足无闲个。伊拢有家己个代志要做，我一点仔拢无想要拖累伊。你替囡仔想个心情哦，我会当了解。也毋过，你莫安尼事事项项拢替别人伫设想，替家己想一下。阁再讲啊，即摆有岁数啊。哪会堪要互白天安尼拖磨啦？所以我着讲，我会家己去治疗啊。而且哦，菩萨嘛会保庇我，着当做讲我身躯带一个感菩萨。啊，逐工拢提醒我讲，爱把握每一工啊。啊，人毋是讲做一天和尚，啊敲一天钟。我即摆着是安尼啦，换一工做一工，我着心满意足啊。你哪会遐尼乐观啊？生死这件代志，若是会当看会开、想会通，就会当安然自在。我即摆就是看开啊、想通啊，袂去烦恼这啊啦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，你敢会当咱先甲阮厝内底人讲？哎，阿月啊，你若是天真哈、啊，这款病会当稳活偌久？哎，不一定嘞，医生有讲哦。我若是好好接受治疗，有足侪条肝癌的病人，会当加活十几年。不管是我即马加活一天，还是加几年，拢是我赚的。咱这个大厅两边边啊，就是咱的华华坡道啦。啊，其实通吼，就通去礼堂遐，吼，拢是咱人间的菩萨修行好所在吼。啊！伫个阮这菩萨后面遮吼，这个阮的无量义经呐，吼，我念一个大家听吼：尽极清晨，自玄虚末，手持不动，一百千劫，无量法门悉现在前，吼，得大智慧，通达诸法啦。哎，这是咱佛教的法啊。啊，不然咱继续。哎呀，歹势歹势，今日参观的人较侪啊，互你等遮尼久。无要紧啦，我看你哦，介绍遐尼专心，遐尼欢喜，嘛歹势甲你交叉。无啦，来参观的人哦，咱都爱尽量会较热闹，啊，互因较欢喜嘞嘛。啊，因欢喜哦，我嘛欢喜啊，对无？无怪哦，阿瓜拉无想要互你知。啊，我拉是想啥物代志，我好知影啦。伊的个性就是安尼，定定安尼找无人。哦，别人当作是讲哦，家己要走去倒位，我拢唔知影。啊，四处找也找无人。哎，有当时啊吼，甲关心啊，甲讲两句啊，哼，伊阁会生气。哎呦，啊，我来性地本来就安尼啊，较让伊个啦。哎，潘先生，
啊，拢在这里怨叹阮阿外啦。你讲你有啥物代志要甲我讲哦？是阿外啦有啥物代志我无话哦？天齐师兄，这件代志吼，我想几落工啊，啊，昨暝吼，甲阮师兄嘛安尼参详几暝，我也是决定讲要互你知影这件代志啦。他是啥物代志讲啊？这么严肃啦哈？你也有心理准备哦。甘菩萨，你着好心的，乖乖伫我身躯内底就好。我搁要去帮助足济人，去做功德、种福田，袂当搁浪费时间安尼。人生这尔短。我的每一天都跟时间赛跑，可以做多少，我就做多少啊。阿哥啦，无想要予恁知啊，伊着肝癌啊，伊无想要拖累恁。阿哥啦，身躯生癌，这是真严重的呢。伊若发当呢，忍袂住的啦。阿静，刚你走去倒位啦？拢要交代一下，讲一声哦。啊，你雄雄讲啊，大声是要创啥啊？大人拢在找你。才浪费时间在找你呢，我也被泡无去啦。啊，啥个你要找我，讲我浪费时间，你着安心无用你的，我无用我的，两个相安无事安尼就好啊。迄天阿华啦，知影家己着了肝癌，伊的心情一定感觉足郁出来。我安尼搁较歹，讲伊才大声，伊心情要哪会好啦？真是有人做着急的呢。紧接啦，紧接啦，我啦。对，我即摆着赶紧找别人，来斗三工苦工，我来才会。喂，思路哦。代志唔好啊啦！唔对呢，我挂枪呢，我乌托邦呢，那无去啊！啊！敢是予人偷工去啊？你是不是跟我讲耍笑啊？为什么要丢人呢？贤啊，我后头卖讲无去啊！贤啊，哎呦，哎呦喂！算是安尼，
我嘛袂当认输，是偌困难，我拢爱坚持落去。在这啊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了？你敢知影今麦几点啊？这么晚呢？你若今麦才回来啦？妈，我唔是拜托你机仔会加开机。姐啊，阮在那烦恼你几啊晚呢？是啊，头带阮到第一参详，要来分头找你啊。嗯？你若搁唔回来哦，我就要报警察啊啦。啊！我怎么不是回来啊？我是手机啊无电，啊，乌托邦给人偷砍去，这也这么晚啦。那你会当卡公用电话回来，我去接你啊。啊，我哪知影你伫咧厝？对吼，啊，你那雄雄早倒回来。是啊，阮拢是为着你啊。你袂用你拖，有肝癌哪会当拖啦？哎，紧去看医生。是啦，姐啊，阮大家知影这个消息。拢惊一跳，啊！这款代志你哪会当阮妈唔讲啦？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我会去安排治疗啦。妈，我安排你去大病院做详细检查，好不？乖，我大天遐尼无闲，我哪有时间去受这啦？你唔免烦恼我啦。是啊。妈，乖吼，你妈妈就是这尔啊顽皮啦，家己破病啊，还阁唔使去看医生。讲拢讲唔听，讲拢袂听。爸，你是莫烦恼啦，袂有代志的啦。阿姊，你这边着听我苦劝嘛。唔是我无爱听你苦劝，是我即摆真正是无时间啊啦。阿姊。阎王爱我三更死，我另外袂过五更天。你嘛知影，卡上是赵官员过生的，伊就知影破病，一直到过生，差袂过三个月。我嘛毋知影三个月了后，我是毋是搁活咧？我即摆干那会当做的，就是尽量去做，做到我无法度做为止。所以你搁较应该爱趁早去治疗，替家己争取搁较侪时间啊！我毋是无要治疗，我只是无想要让恁烦恼啦。阿姊，咱是自细汉到大汉的好姊妹仔伴呢。我知影你破病啊，哪有可能袂关心你？像您讲过。人咧破病的时阵，心着交予菩萨，身体着交予医生。我即摆着是照安尼做，啊，不过我无希望讲我的身体去影响着恁，安尼我袂得过啊。阿姊啊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。剩讲一句，你爱趁早去治疗啦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多谢恁的关心，我忝，我都快胖无去，搁叫你我回来，我就忝。好啦，无你较早歇睏下，我明仔载再过来看你。就忝，我是应该好好休困。
紧出门啊！无小等哦，拄着天气较紧啊，我就无法度出门啊。哎呦，玉莲的车马上到啊！啊！你这么早出门，你是要去哪啊？啊，我都睏袂去啦。妈，你这么早起来要去哪？嘿。啊！那一个变三个拢回来啊！以为幸福不容易获得。要用年轻岁月交换，历经沧桑才有权利选择。以为幸福是一种想象，现实是疾驰的火车，穿越隧道才能重见光影。光线在树叶间眨眼，生命在石块中翻转，阳光亲吻小草，花朵抬头微笑，才懂得幸福从追逐风。